其实就是在祖国的上空。是的，因为这时候飞船飞行啊，这个舱门方向是朝向地球。嗯嗯。现在是在这个关舱门的这个阶段哈。对。关舱门好像比开舱门的用的时间要短多了。是的。但是对于你们来说，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因为这一步做不好的话，底下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。对，关舱门确实很关键，特别是它的简陋，是否把这个舱门能够关得严密，保证它的气密性好，这样的后面的正常负压呢才能够进行。那么从这一次冲锋活动来看呢，我们研制的这个舱外服应该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。嗯，给航天员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、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，那么保证了他出舱完成的这些任务，包括他的操作的这个自如性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从刚才画面来看，但是真正的一个外太空的环境，包括这样的舱外活动的这些动作哈，跟你们原来想象的、跟你们的训练是一样的吗？应该说还是有所差别的。嗯。那么在地面训练的时候，它模拟失重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呢，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模拟失重训练水槽，那么让航天员穿着水槽训练的舱外航天服，在水下配成这个中性浮力来模拟失重。它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进行舱外活动，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，进行这个身体姿态控制的一个练习。那么在水槽的时候呢，人啊基本上是贴伏在这个轨道舱的表面，那么从刚才的画面来看呢，人这个脚啊，离轨道舱的表面应该说是角度很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航天员是相当于就是有点这个拿大顶的一个感觉。那么他对他的这个姿态控制，对他的这个心理感受，对他的这个操作，应该说都是和地面区别还是比较大的。存在这个区别的话，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刚才这个航天员是经受了一个特别大的考验。是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精彩回放的段落，看看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。这是航天员开舱门的一个过程，我们看到开了第一下弹回去，这是因为这个舱门上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啊。虽然这个舱里面泄压了，但是它泄不到完全跟这个外部环境是一样的。这时候应该是泄到，只要一开个缝，应该说泄到都一样了。舱门弹回去的很可能是，我听到这个航天员在说，这个好大的气儿拽不住，要用身体卡一下。嗯。这个开舱门的这个时间哈，比我们想象的要长一些。是的。动腰，服装舱门保护罩。明白，明白。注意机出舱过程安全。明白。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心的，因为当时这个翟志刚呢说话有点喘，当时您担心吗？您更了解他。我的心也是跳动得很快，踢到嗓子眼了，应该说是。因为这个从舱门开舱门的情况来看呢，和地面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航天员呢也是用了很大的劲。特别是在这个出舱活动的第一个环节，开舱门就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力气哈，是让所有人都担心呢，接下来他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去完成后面可能更加艰巨的任务。分钟，从航天的体力来看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地面就向他报告说出舱已经五分钟的时间了。是，从开舱门开始算，就是在进行出舱展示。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挥手，对，表示中国人在出舱活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他在冲着摄像机招手，其实也在向他的同伴们招手，是向所有地面支持他们的人招手，也向在电视机前
只能期盼着等待着的家人们在招手，更是在向全国人民全世界招手，因为他之后有一个问候。是唐船长，仪表显示轨道上火灾，仪表显示轨道上火灾，请唐船长。这个时候我想所有看的人的心情是又喜又惊，喜的是整个出舱的这个动作完成了，惊的是我们听到背景声音，当时有一个景海鹏的报告声音说轨道舱显示仪表显示火灾，火灾是。但是呢，虽然仪表啊有这个显示，但是从我们这个推断来看呢，应该不会有火灾，因为这时候轨道舱呢它已经暴露在一个真空环境下了。那么这个画面呢就是出舱航天员在进行国旗展示。这面鲜艳的国旗映衬着深邃的太空和蔚蓝色地球的背景，举在我们出舱的航天员的手中，这是一幅让人完美的感觉，完美的图景。是看，这时候那个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呢，就是，出舱航天员呢在给轨道舱航天员递这个有效载荷实验装置的时候呢，它是用个挂钩，把它挂住的。在这个栋梁接到这个装置之后呢，栋腰呢把这个挂钩才解下来，把它挂在这个舱外扶手上。这就防止拿下来之后它一旦脱手的话可能这个就飞向太空了。是的是的，所有的这些出舱活动的设计包括每一个动作都是要确保安全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神舟七号已返回轨道舱。渭南双补完成，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确认这个舱门简陋的效果非常好。对，舱门简陋要花那么长的时间。对，青岛双补完成。重要注意，舱门拉帽是否已好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飞船的外面的摄像机看到的一次完美的日落。当时从我们这个角度哈，还看不清楚它是不是太阳。当发现它移动的时候，当发现它给地球的轮廓镶上了一条美丽的光圈的时候，我们才确认，原来在宇宙里的视角真的是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。对，很美妙。嗯。太阳的余晖已经把我们的神舟七号镀上了一层金色。舱门简陋结果正常之后呢，就要进行轨道舱的负压。嗯，虽然呢我们在这个段落里在反复的进行精彩画面的回放，但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们的航天员的这个工作并没有结束，那么整个的在这个轨道舱里面还要进行一个负压的工作。当在确定轨道舱和我们的这个返回舱的压力完全一致的时候，嗯，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过了最难的一关了。对，
好，刚才呢我们一起见证了中国人第一次完美的完成了出舱活动。那么这个时